去了，看看什么呢？让我看看。好。哎呀，真好看啊！七巧，参见贵妃娘娘。免礼。谢娘娘。七巧，本宫命人查过，贤妃跟那个姓袁的，暂时没有什么文章可做。回娘娘，七巧真觉得贤妃与那个人神色有异，那也没有什么能抓住把柄的事情。音乐，是，这是娘娘赏给你的，谢娘娘。另外，本宫今日在御花园看到贤妃对百妃和邵春华好像非常不满的样子。邵春华也曾经对本宫有不敬之处，七巧，你可有办法让本宫泄泄心头之恨？娘娘放心，七巧一定尽力而为。嗯，退下吧。是，娘娘。找我有什么事吗？太后娘娘守丧之期已过，贤妃娘娘命月宫卫士到以霞殿奏乐。这次娘娘吩咐要何人奏曲吗？少长爷，你放心，娘娘她这一次不想看到你，就命红萼、香兰、秀儿过来吧。好的，我自会安排。娘娘吩咐，拿一份曲目过去。让他先行选取。你等我，我这就去拿。
你是心性又如何？要在宫中生存，你若不欺负人，就会被人欺负。娘娘，午膳已经准备好了。我没胃口，一会儿再吃吧。娘娘近日心情郁结，不知道有什么心事，大可以说出来，让奴婢为你分忧啊。没什么。啊，没什么就好了。那娘娘不吃饭，趁热喝点汤吧。何缘故？娘娘五脏六腑脉象正常，该不是吃了不洁食物所致吧？我一没吐，二没泻，只是用完午膳以后腹中有点疼痛，这不像是吃错东西的症状啊。哎，下官一时也摸不着头脑，还是先吃一些健脾胃的药吧，希望能有所改善。那好吧，本宫就再吃一次，要治不好的话，你就别来见本宫了，退下吧。是，娘娘。送一送。是。娘娘，有句话，奴婢不知当讲不当讲。你直说吧。娘娘每到中午都会觉得腹痛，其后便完全没事。奴婢曾在乡间听说，这可能是。可能是什么？受人诅咒。受人诅咒。方神医，你看这段曲谱，我加进了一些琵琶，他们就在练习。嗯，因为这两段曲谱有相似之处，所以在下一段呢。方上医。哦，林四正，有人举报邵春华在宫中进行不法之事。我要带他回去搜查一二。林四正，这中间是否有什么误会？是不是有误会，还得查明才知道。来人，把邵春华押走。是。你先随林四正走一趟，我马上找李尚宫，看看究竟发生何事。带走。是。林司政，开门。
相公，什么事弄得人仰马翻的，也不先行跟我汇报一下。属下本想先通知李相公，但贤妃娘娘怕彝人听到消息先行毁掉证据，所以下令属下马上派人前来搜查。贤妃娘娘要搜什么？贤妃娘娘怕有人偷偷的。林思政，你们快来看看。在宫中耍这些巫术诅咒之事，请太后明察，奴婢绝不敢做此大逆不道之事。你还敢狡辩，害得本宫连日腹痛，连吴太医都查不出病因，原来是你下的巫术。奴婢，好了好了，你坐下，哀家正在问话呢。太后恕罪，请太后还臣妾一个公道，严惩这个贱人。哀家自然会问个明白，你快坐下。邵春华，你说你是冤枉的，那为什么人偶会在你的住处搜出啊？奴婢确实不知，不过奴婢平常不会紧闭门户，若有人进入，存心嫁祸也绝非难事。太后，容属下一言，说，春华进宫以来，待人谦厚善良，属下也确信她是无辜的，请太后别单凭一个人偶就定春华有罪。太后，属下也愿做担保，春华必是受人陷害。李上公，方上仪，有句话叫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你们也别把话说得太死。贵妃娘娘，春华绝对是无辜的。贤妃，你有没有看过人偶上的生辰八字？可是你的？正是。宫中谁会知道你的生辰八字？除了应天剑有记载以外，宫中只有春华知道。春华怎么会知道你的生辰八字呢？春华与臣妾本是同乡，又曾是好友，所以把生辰告诉了他。春华，确实如此吗？确有此事。方上仪，春华在你们月宫局多年，你应该认识她的笔迹吧？属下应可认出。拿去给方上仪看看是不是她的笔迹。怎么样，方上仪，是不是出自春华之手啊？回太后，是有几分相似。几分相似，太后，是不是邵春华的笔迹，只有找来邵春华平日书写的字迹对比一下，也不至冤枉好人。有道理。来人，把邵春华平时整理的文书拿来，做以对照。是，太后。臣妾参见太后。拜妃平身，难道你是来为春华说情的吗？回太后，春华与臣妾自幼在宫中一起长大，臣妾素知春华为人，她是绝对不会做出诅咒他人之事，更何况是贤妃。百妃，你跟春华是好姐妹，你当然帮着她说话了。贤妃，春华一向视你如姐妹，她是绝对不会加害于你的。即便是近日来你对她有所误会，她都从来没有抱怨过你，请贤妃你千万不要误信谗言啊。从来没有抱怨过，那你怎么知道我跟他有过节？你们两个人是不是经常讨论其他嫔妃啊？太后，邵春华与贤妃地位悬殊，他无法向贤妃下手，但是邵春华是不是怀疑令百妃小产的人是贤妃，所以做下此事待百妃报复？
贵妃娘娘，此话怎讲？百妃小产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本宫只是做个假设，也不能说这不是一个理由。太后，少长月掌管的月宫日志已经拿来，请太后比对。呈上。是。手笔，贱婢，你还要这么解释？太后，奴婢真的是冤枉的。太后，此事就交由臣妾来查办吧。臣妾倒想看看，此事当中可有人同谋？贤妃被人诅咒又是何原因？臣妾一定帮太后查个明白。也好，林司政。把邵春华带下去，关在司政牢房，等事情查明之后再做处理。是太后。来人，带走。是。林司政，你先把他押往司政牢房严加审问，如果他肯招认，那就最好了，省得本宫动气。是娘娘。汪直参见娘娘。免礼。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令娘娘如此紧张呢？那个邵春华真是不知死活，竟然在宫中做出诅咒主子之事，看来他一定是活得不耐烦了。诅咒何人呢？是贤妃，听说他们两个人素有不和，但是用这样的方法报复，真是害人不成反害己。小小一个月宫会诅咒贤妃，会不会另有文章啊？哦，方长公，为什么你会对此事如此感兴趣啊？啊，没有，奴才只是觉得可能会另有隐情啊。邵春华他胆大包天，而且向来对本宫都不买账，本宫这次要叫他好看。绝对不会做出此等事，希望李上公能够想办法营救他。春华的为人我知道，但当今形势，周太后、万贵妃、贤妃都不想让他活命，我们就是有理也无法说清楚。李上公，百妃娘娘驾到。参见百妃娘娘。李上公、方上仪不必多礼。本宫来此，是希望两位可以帮助春华洗脱罪名。回娘娘，春华除了是娘娘的好友外，我们也是她的同僚，只要力所能及，我们一定不会让她受委屈。不过那人偶上的字迹，的确是春华的笔迹。唉，怎么会如此呢？李上公、方上仪，笔迹一事也难以断定春华就是下咒之人。娘娘的意思是，让本宫来给你示范一下。
上本宫的字迹，不正与李上宫的笔迹近似？是啊，这样说来，春华一定是被人所害，但我们也不便就这样出面揭发。李上宫，待会儿我到狱中先探望春华，暗中向她告知百妃娘娘看破此事，好让春华在贵妃审议时做自辩，我们到时候在场监听，这样万贵妃也不好强行加罪于她，这样也不失为一相救之法。邵春华，现在证据确凿，我劝你还是爽快招认，免受皮肉之苦。这事情不是我做的，你还敢狡辩？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！来人，动刑！是。林思正他是月宫，如伤及手指筋骨，将来记忆会有影响的。他犯下此等大罪，日后还有命再弹琴吗？上刑！华是月宫，手是记忆所在，你怎可对他动此大心？方尚仪，司政处执行宫女律法，我一向一视同仁，从未区分何人该用何刑具。林司政，你我同袍多年，你就算我敛财也好，遗书卖书也好，别太难为他了。好啊，既然方尚仪这么说，那今天的审讯就到此为止。可明天是由贵妃娘娘亲自审问，我可做不得主。如果方尚仪对他有怜惜之心，不如劝他早早认罪，免受皮肉之苦。我会跟他说说。好，那我先出去，你跟他好好谈谈。春华，来，你伤成这样，真是让人心疼。臣妃写给你的，你看后便会明白。春华，如果是你，你就认了吧，我们会替你求情的。方尚仪，春华真的是无辜的，你跟李上宫对我的好，我这辈子都会铭记在心。既然你这么坚持，我们也没什么办法，
你自己多加小心。写给我的字条上的文字也没什么特别的含义，难道是韩香？谢谢你，长工。啊，怎么样，贤妃被人诅咒一事你查探到什么？回长工，此事谁人指使末将尚未查明，但发现贤妃宫中长一灵七巧，却经常在万贵妃宫中进出。七巧，七巧，看来这个灵七巧他想吃两家茶里。万贵妃和周太后都对邵春华有怨情。这个我知道，万妃、贤妃、太后全都不会帮他，而且都还巴不得他。哎，这个丫头，这丫头这回惹了大麻烦了。邵春华，你对贤妃下诅咒一事罪证确凿，你招还是不招？回娘娘，春华实属无辜，还请娘娘明察。无辜？那这个人偶和人偶上有你写的生辰八字，你又作何解释？邵春华，你别再狡辩了，昨天你受的罪还不够吗？我这里可是有很多大刑在等着伺候你呢。林思政，你这样说来是想苦打成招？你也太小看贵妃娘娘的分辨能力了吧。回娘娘，李尚公属下只是提醒邵春华而已。李尚公，面对刁横的犯人，有时用刑也是无可避免的，不然的话各衙门又何须设置这么多刑具呢？但今日李尚公与方尚仪到此，是想看看本宫如何去审理一个宫女吗？属下不敢，但邵春华始终是上宫局的人，属下和方尚仪一向知道他怎么会胆大包天犯下弥天大罪。好，那你们便静候一旁听本宫审问。是。邵春华，本宫再问你一次，你招还是不招？回娘娘，那人偶不是春华所知，贤妃的生辰八字也非春华所写。那你是死活不认了是不是？好，来人。娘娘，奴婢知道自己难以辩白，故此不想再做纠缠。那你是想认了？好，来人，取纸笔墨给他，让他写下罪状，画押了案。娘娘，春华实在不知道如何写供词，麻烦您请林思政写一遍，奴婢照抄就是了。
这还不简单吗？娘娘，那就属下写一遍，他来抄一遍。马上写。是，娘娘。词已经写好，受人陷害，请娘娘做主。即便你假冒我的笔迹，那也不能说明贤妃的生辰八字也是这么仿制出来的。但是这也不是一个可能，娘娘不能用字迹就咬定春华就是犯人。娘娘，宫中诅咒是一大忌，实该杀一儆百，以绝后患。既是必死大罪，就更应该慎重考虑行事，不要冤枉好人。好了，你们吵得本宫头昏脑胀。来人，把邵春华先押下去，日后再审。是。启禀皇上，汪直求见。传。传汪直。汪直参见皇上。平身。谢皇上。突然求见，有何要事？请皇上见谅，今天我求见不是为了朝中之事，是为了个人要事。个人要事。春华这个贱婢机灵狡诈，只是再这么拖下去也审不出个所以然来。既然太后和娘娘都认为此人罪有应得，那何不一块打脉？林思政，你处事的方法与本宫极为一致。谢娘娘赞赏。好，这件事就交给你去打点。娘娘放心，属下一定办得妥妥当当。嗯，也得死。我没错，那不是我做的，我没有错，为什么要死？我不死。这是贵妃娘娘赐给你的白绫，还不谢恩。
放开我！你拿着，放开我！救命啊！动手！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大明西厂厂工汪直为朝廷立下不少汗马功劳，朕特赐宫中掌阅邵春华与厂工汪直为对食，钦此。会帮我们在那一天设宴办喜事。哎，没事了，别害怕啊。对了，林司政，我们可以走了吗？是，长公请。走，跟我回去。知道你被皇上赐予我做对食一事很难接受，但是我也只能如此了，因为这是我唯一能救你的方法。你为什么要救我？还记得很多年前在高邮市集里面，有一个饥饿难忍的乞丐，他因为偷馒头被摊贩不停地追打，然后有个小姑娘拿出一文钱央求那个摊贩放过这个乞丐，可是就是因为这一文钱，这个小姑娘被他婶婶打骂。我打死你家狗子！别打！你是？对，我就是当年的那个乞丐。那刘妃小产一事，你也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所以放我一条生路？就是那天我把你认出来了，所以才救了你。你放心，我向皇上要求你做对食没有其他的意思，只是为了能够救你一命，为了报你一文钱之恩。可是待皇上帮我们设宴之后，你只需要搬进我西厂府中住下，我会让人收拾一间房间给你。你放心，平时呢你就照常回月宫局做事就行了。到时候等这件事情平淡了以后，我会向皇上要求把你的对食身份取消，这样你就可以放心了。最后我要说的是，我是一个太监，从进宫以来男女之事早就已经被我抛到九霄云外去了，所以你不用担心。好了，夜深了，我要回去了，你也好好休息，一会儿我会派太医来看看你，希望能早点把你的伤治好。那先走了。
娘娘，娘娘，臣妾参见皇上。平身。谢皇上。爱妃啊，你来得正好。来。这是朕刚刚画好的山水图，你看一看，感觉如何？怨气甚重，恨意难消。